你这样你没办法交代，你就用我这个办法，你就直接弄点酒精，放点水一兑。老婆，给我1000块钱呗。给你1000块钱？对呀。要1000块钱干什么？买酒啊。买酒？啊。你要1000块钱买酒？对呀。我怎么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开着口？你还要1000块钱买酒？你一天就知道喝酒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天天酒酒酒酒酒的。我不是把这酒都告诉你忌酒了，忌酒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忌酒了？我什么忌酒了？头两天我不告诉你我就忌酒了吗？忌酒我也没看你忌啊，你昨天不还喝了吗？我昨天哪喝了？昨天怎么没喝？再我说一遍，喝完忘了。我就喝那么一瓶啤酒，你叫喝酒？那不叫喝酒，那叫什么？你快点，给我1000块钱，我去买酒。没有，买什么酒？还给你1000，对呀，10块都没有。买，再说买了也不是给我自己喝我。不是给你自己喝，你买给谁喝？那你也别管，很重要的人。很重要的人？对。干嘛送礼啊？不送礼。不送礼，那哪个很重要的人啊？没有啊，愿意上哪儿整上哪儿整去啊！别个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个话题，我不想听。你真不给啊？离远点，我看电视呢，挡着我了。那什么，我给爸买酒。给爸买酒？对，爸给我来电话了，没有酒了，就给买点酒。你不知道爸身体不好吗？为啥没有酒了？都让妈给爸钱都没收了，不准他以后喝酒。完了给你打电话让你买酒，你就给买啊？那怎么办？啊、那我不买怎么办？你就告诉我不能喝，没有钱买。那得说，到时候话说不怨你，完之后啊。来怨我啊！啊，你这个女婿，我叫你买点酒，你都不给我买啊？就买怎么的？你就告诉没有钱，你就告诉你姑爷不给钱。哎呀，爸，别也不好，就好喝两口，你就买一点呗，就嘱咐他少喝点，不就完了吗？我就不让他喝，看他喝酒就来气。哎，你想个招？什么招？咱家不有个空瓶子吗？嗯，你灌点白水，灌点自来水到里边，你不就告诉这是白酒吗？那咋？你喝不出来吗？不行，你买点酒精倒里兑里边。啥？买点酒精，然后你弄点水一兑，那不就是酒吗？那还花不多少钱，还1000块钱买酒，那多贵呀、啊！长那身价喝1000块钱酒了吗？真行，咋想的？那是你爹，你亲爹呀！我亲爹咋的了？你亲爹，你就告完了之后弄酒精兑水。你说那1000块钱，我出去买个包背不好吗？我出去吃点饭，买件衣服不好，买点化妆品擦脸上，皮肤还变好了。喝的酒有什么用？喝完了之后对身体还不好，是不是、啊？你这样你没办法交代，你就用我这个办法，你就直接弄点酒精，放点水一兑，然后到那个咱家那个瓶里，咱家不有好久的空瓶吗？我留的，你说那你爸你就告诉你，你说你买的，啊？你别喝坏，到时候来找我。喝不坏，还能喝坏？那酒精本来它就含酒的成分，然后里边一堆点水都稀释了，怎么可能喝坏？我告诉你啊，有事你少放点酒精，多放点水。我不会兑，我不会弄。你不会弄啊？我不会。你就去上身体，我把那个酒精拿来，然后呢，给那瓶子拿来，那接点水来我兑，去吧，快点啊！爸，你听你好姑娘了啊。不是你女婿不给你买，是你这个好姑娘不让。你干什么？啊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哎呀，总算跟我没关系了。挂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就这么一说，你这人你怎么这么坏啊？你等挨揍吧你。